小片菜是真好啊，这么大，正正好好，还席粒席粒的，看，哎呀，真漂亮啊！还有这儿，还有这个。今天上山呢，就我哥俩啊，因为今天天气暴，有点阴天，要下雨，所以大家都没来，就我俩来了。人少，菜好挖呀。上的菜呢，咱就不能要了，都已经放风了，意思就是老了的意思，不嫩，而且还特别的细，这种菜就不是说特别好的菜。多好，矮粗胖的，就这样菜才好呢，席粒儿。下雨了哈，下点小雨了，也不耽误，再爬一会儿。行，咱再往那边走一走。刚来，下雨了，上山就下雨。现在外边下着雨了，幸亏今天带着雨衣，完雨越下越大。我跟张伟，我俩往下面溜达溜达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大家别忘看我视频就给我点点小红心啊！拜拜了，下期见，因为它下雨了。